北市三元街，昨天深夜11点左右，一名不行的老翁过马路时遭到一名机车骑士高速撞上，老翁头部受到重创，当场失去生命征象，警方紧急将他送往台大医急救，而机车骑士并无冲红灯，酒测值也为零，而详细肇事原因需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台北市三元街一名老翁过马路遭机车撞倒，现场留下大量血迹，记者杨万云摄影分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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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